5月22日，在戛纳电影节中欧女性电影论坛上，小 S 谈自己在国际电影明星梦和女儿之间的取舍问题。她认为还是陪伴女儿排在第一位，工作要做自己想做的，但不能花费太多时间。小 S 表示，这次来戛纳，希望有导演遇到她，找她演戏。但另一方面，想到演戏要离家很久，她担心可能会错过孩子的成长，毕竟孩子最爱的是妈妈。旁边的明道一脸黑人问号，明道说，你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本来就是一件值得鼓掌的事。小 S 反问，这哪里值得鼓掌，如果又是3个孩子的妈妈，又是国际巨星才比较厉害。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匠心影视哦。